想家帮你找到理想家，让你天天都好想家哦。大家好，我是 Janice， 今天很兴奋要介绍一间二手单位，而且是超级难得的二手单位给大家哦。大家看看我身后这个屋子整个的外观，有没有猜到我在哪里了呢？我今天就在大曼 Eco Botanic。Eco Botanic 呢，之前推出的都是很多 cluster semi-D， 但最近呢有新兴刚热腾腾拿锁匙的双层牌楼哦。然后今天这一间呢，据说也是当初发展商卖的时候很难很难抢到的单位啦。那今天要介绍的这间二手单位呢，是一间20x65的双层牌楼。然后可以看到它整个大曼呢是走 open concept 的，那它看到它前面没有 gate， 所以吼它整个看起来会很宽。然后也可以看到它外面的大马路也是很宽广啦，所以如果呢你这个家庭呢是有2辆车的，你要停的话完全没有问题，它也不会让你的外面马路看起来特别窄啦。而且今天这一间呢，它其实是非常难的单位哦，这里很少单位要出售啦，而且才刚刚拿锁匙的。那我们进去看一下里面吧。那 Eco Botanic 呢，这里也是出名的 Strata Title 啦，所以呢它整个大门看起来都是很整齐很漂亮啦。从大门进来呢，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玄关，你可以放可能你的鞋架啊，但如果有拜拜的朋友呢，你要放一个小小的神材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里呢，它外面的设计呢会有这个大大的落地窗，所以呢如果你是白天窗帘拉开的话，客厅这边其实采光是蛮好的，都还是很亮。然后你可以看到整间呢，它其实就是我们的原装单位哦，但是呢地砖给的已经是大片的了啦。可以看到它这个20x65的格局呢，客厅进来楼梯下方呢会有一个小小的 storeroom 储藏室，然后到后面来这里呢是我们楼下的厕所啦，就是客房的厕所呢是在外面的，所以可以跟可能来参观啊来探访的朋友先用这个公共的 common 浴室啦。然后这边呢是我们客房的区域，然后你可以看到客房的采光也是很好，对不对？因为它客房后面呢，这里有一个算蛮大扇的窗口，你可以看到这个客房后面看出去哦，它的 view 也是很美的，很写意。因为我们 Eco Wall 主打的就是后面会有一个小 garden 的步道，你就不用怕后面会很杂乱啊，可能有什么汽车停在后面有经过。然后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厨房啦。可以到厨房呢，其实它已经是很够用的位置了。它这边呢是走那种两边 kitchen cabinet 的款式，然后呢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个玻璃门拉开，就可以隔开厨房跟客厅还有饭厅的区域啦，也不用怕油烟会跑出去。然后再来后面这里呢，它也做好你放洗衣机的位置了，水管都帮你已经拉好啦，所以你只要买洗衣机过来放入就可以了。再来后门这边出去呢，就是我说的 Eco Wall 特别特有的款式，就是后面呢它是一个我们的小 garden， 然后你可以看到小朋友呢像傍晚啊或者是早上啊假期的时候就可以在这里骑脚踏车，你完全都不用担心会有车子经过啊。那 Eco Wall Eco Botanic 这一间屋子呢，是不是你心目中的梦想房屋呢？今天这一间屋子的售价也很漂亮哦，现在的出售价是888000啦。然后我们现在 on the way 去我们的楼上看，楼上的格局呢是3房2厕，然后因为它把厕所是放在外面的，所以 它的房间格局也会比较好啦。可以看到这是第一间房间，那第一间房间它的整个 layout 呢就是比较 standard 的正方形哦，所以如果你要设计都是很好设计。然后这是我们第二个房间啦，几乎跟第一间房间是一模一样大的，layout 也同样哦，所以呢小朋友也不用抢到底谁要拿哪一间房间啦。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人房，来可以看到虽然这一间屋子它是20x65，但是几乎在 layout 上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死角的地方，就算是这主人房你也看到它其实是算一个长方形，很好设计啦。然后从这里过去呢就是主人房的浴室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浴室哦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还有做挑高的设计，所以呢你的浴室不会发现有很闷热的情况啦。 OK， 这样今天呢就是这一间屋子所有的介绍啦。然后可以看到呢一靠这个双层牌楼它的设计呢，它外面是一个比较 modern 的这样平面出去的设计啦，但是很多人可能会担心会有积水的问题，
但是我帮你看了，他们这个平台设计呢是有做倾斜式的，所以它是会有一个下水洞口，让可能雨水啊或者是积水可以流下去下面啦、啊，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积水的问题。那看完了整个屋子的layout还有环境，是不是已经很心动啦、啊？那今天这一间双层牌楼 Eco Botanic 20x65呢，售价是888000。那如果你看完了整个影片有兴趣的话，记得联络我们的电话号码，安排看房，了解更多详情哦。那如果呢你是屋主，也有屋子想要出售或者是买卖的话，也可以让我们知道啊。那最后的最后，不要忘记 Like、Subscribe 还有 Share 我的 Facebook 跟 YouTube 频道啦。那我们下次见。